4月8号下午，林允在其小号晒出两张与汪东城的聊天截图。在聊天中，汪东城幽默问林允道：“为什么这么好看？”林允回答：“因为我很美丽。”汪东城又问：“为什么这么美丽？”林允自信回答说：“因为自己是林允。”还配文调侃汪东城是所谓的直男癌。网友看到后表示：“大东是直男，不是直男癌。”哈哈，就我一个人觉得有点可爱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